河美福德宫多年以来，为了帮助学子努力向学，拢会伫毕业季进前颁发奖学金，予各学校的毕业班。今年更加增加送予第一线的机关团体。主委谢明杰表示，河美清洁队、消防队以及社区巡守队守护民众生活甲生命财产安全是非常的辛苦，希望这笔奖金会当鼓励因。河美福德宫主委谢明杰表示，这笔文教奖金将由各单位家己运用，拢总有十间学校甲三个机关团体受奖。今日吼是咱福德宫吼一年一度的迄个奖助学金，以及咱公益团体吼，咱福德宫扩大来吼颁发这个奖助金吼。啊，八公啊实在真灵验啦吼，今日出着日头吼，安尼天气真好，啊，咱嘛希望今日台花吼。河美消防队分队长周义路表示，感谢民众对警消的肯定。虽然这是工课，但是民众的支持对因相当重要。啊，感谢我们河美福德宫啊，对于河美消防分队挹注本次的救灾经费上的一个善举。那河美消防分队将依照此善举，来添购我们消防分队上有关于滤免以及滤毒罐的使用，确保河美消防分队弟兄在救灾进入火场的时候，能够确保我们弟兄能够救灾更为顺利，更为安全。这笔奖金将由各学校甲单位家己运用。河美福德宫表示，希望能鼓励囡仔甲第一线单位工作人员继续努力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河美采访报道。